好，2019年2月14日啦，欢迎翻到嚟陈皮妹频道。咁啊，情人节啦，咁啊，情人节当然就会有呢个情人节嘅活动啊，系啦，咁啊，同呢个粉红色嘅 Pokemon 一齐庆祝呢个 Pokemon Go 嘅情人节。咁啊，今次嘅活动就由14号去到21号一个礼拜啦。咁啊，有大量嘅粉红色嘅 Pokemon 会出现啦。系啦，咁啊，另外呢个皮波波同埋呢个小波球嘅BB 咧就會有呢個閃光版啦，另外呢個幸福蛋嘅 BB 呢個好運蛋咧，亦都會有呢、這個可以新加入呢、這個Pokemon 嘅 Index 裏邊嘅，係啦，咁啊7K 最緊要呼朋友嘅 7K 蛋啦。好，另外就有一個特別嘅放放班，就係情人節活動限定嘅，都係連續掉五個 Grace 嘅波，咁就會有呢個愛心喺只右眼度嘅斑嘅方方斑，系啦，咁我呢个我都做咗噶啦，咁啊未捉呢个之前咧，咁啊有几件事要讲嘅，咁啊系呢个好快就会有呢个新嘅功能啦，呢、這个 Pokemon Go 就叫 Go 嘅 Snapshot， 系啦，咁啊可以帮你嘅捉到嘅 Pokemon 就可以拍照嘅，咁啊随时都可以喺你嘅嗰、那個精靈箱裏面攞一隻 Pokemon 出嚟同佢拍照嘅，係啦，咁亦都可以向前、向後、向左、向右 zoom in、zoom 近，咁亦都每一隻小精靈都會有佢嘅叫聲啦，係啦，咁你摸佢嘅時候咧都會有反應噶啦嚇，咁好似啲咩遊戲咁咧，係咁啊，另外就可以儲10張相，亦都可以 save 落你嘅手機度嘅，係啦，咁啊，同埋你摸佢嘅時候佢會有俾啲特別嘅動作同埋表情你嘅，咁你可以連拍10張去捕捉佢啲特別嘅表情啦。系啦，咁啊呢个就会迟啲再介绍啦。好，咁啊仲有一样嘢要做嘅，因为听日就打呢个团体战啦，咁啊好大件事。系啦，我未派呢个券俾大家嘅，咁啊听日10点就打啦。咁啊而家仲未派，咁啊而家派咗去啦。是但拣一个啦，好似都冇人啱玩喎。系啊，咁啊唔知边位啦。诶，去唔去到啊？好啦 ，Atomic 八啦 ，ATO Atom Low Number 八，好 Atom Number 八，好咁啊送咗俾你啦呢张 VIP 团体战打呢个 Dios 嘅攻击形态，好咁啊，希望你听日好运啦吓，亦都得闲啦，最紧要因为晨早8、10点钟唔知大家想去翻工，好咁啊，另外有样嘢要讲嘅咧就系我啱啱捉到唔系呼到呢只里欧罗啊，用呢个7K 弹啊，第一只系啊。第一隻 7K 的利歐羅俾大家睇睇嗰個冒險，係啦，咁啊下晝3點幾半個鐘前到就終於孵出咗啦，係啦，咁啊 7K 真係有嘅，咁啊最後一件事就做埋呢個任務啦，捉埋只深深型嘅仿仿斑，開咗 AR 先，咁啊又有深深型喺個左眼嘅額頭上邊。好啊，呢度系深宮啦，開咗未啊？好，咁啊有隻仿仿斑喺度啦。唉，唔好攞薄嗰啲啦，用金果，唔薄啦。好，因為好難掉啊，5個 grade。好，咁啊3、2、1，咁啊傳説中嗰隻綠寶橙汁深邃版的閃光仿仿斑就冇嘅，系啊，即系得呢只特別的紅心型仿仿斑，綠碎裂心嗰只就冇啊！大家唔使等。系今日條片就去到呢度啦，咁啊，下一條片就應該係呢個2月嘅社群日啊，係啊，17號嘅11點至2點嘅小山豬嘅社群日，咁啊有呢個閃光版同埋有呢個真特別嘅招式原始之力。系啦，就比較怪啲嘅，唔係佢本身冰屬性嘅招式嚟嘅，系啦，原始之力，咁可能我嚟打呢個 PVP 用嘅，多一招招式。好啦，咁啊呢條片就真正去到呢度啦，希望大家中意呢條片啦。咁啊，如果你中意嘅話，就記得俾個 like 啦，訂閱頻道同埋贊好 Facebook 陳皮妹頻道專頁啦。咁我哋下一條 Pokemon Go 嘅片翻嚟再見啦，拜拜。